大家好，我是窝窝，今天带来是即将上市的英雄洛克打野的实战解说。那窝窝呢最近生病了，所以喉咙呢声音会有点沙哑，不过呢还是会继续为大家呢，为了大家我还是会继续创作这个影片的。那洛克这个英雄呢真的是十分的 OP， 十分的强势，他的出现呢可能会在以后的这个职业联赛呢也会有这很多他的一个出现的踪影哦。就是因为呢这个英雄啊在清理这个兵线还有野怪的这个速度呢是十分的快的，而且他的被动是十分的 OP， 他的被动呢可以让你能令对方的这个物理防御呢是减少的，而且呢还可以叠加12层，而且还能持续6秒，那真的是有点像呢已经内建了一件这个物理穿透的这个装备在里面啊，比方说我们的破阵还有天穹云之类的这个武器。那他的一技能呢是有点像这个摩恩的，他会在一个时间内呢提高自己的移动速度 40%， 持续 1.5 秒，并且呢会强化普攻。那我为他出的装备呢会是第一件是打野弓，而不是打野刀，也不是打野斧。那是为什么呢？虽然打野斧能够提高，因为我们这 洛克虽然是一个近身作战的一个英雄，打野斧能够提高坦度，不过呢洛克是一个蛮需要吸血的一个英雄，那打野弓呢 提高了他的一个攻击力，提高了他的攻速，还有提高了他的物理吸血。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其实打野弓是十分适合洛克的这一个英雄的一个装备。那它的重要性呢对于这个洛克来说呢就像是打野弓对于凯格路士一样，这个一样的重要性。因为两个呢都是站着，然后呢不停地跟对方换血，然后呢近身作战的一种英雄，不断地靠自己的普攻。那其实两个都有点像，那所以打野弓呢其实是对洛克还有凯格路士这种英雄呢十分的有用的。那更尤其我们使用洛克来打野，那打野弓呢是能够很高很快地提高这个我们这个洛克的打野的清理野怪的速度。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中路有集结，那我们赶快过去支援一波。那这时候看到对方的这个莉莉安他开启了免疫，然后我们先把他击杀，然后再把对面的伯顿击杀，支援我们的队友，然后再把对面的闪电侠一并击杀，做到了一个3连杀。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在开启我们大招体得到一个很厚的护盾之后呢，我们是几乎是一滴血都没扣过的，就把对面3个人头都一并收下来了。那这里呢我们尝试开启这个魔龙，为我们整个队伍增加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经验。那如果洛克出一个新造型，那大家希望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哦。那这里我们把这个魔龙吃掉，然后呢我们再去上路看一下，看到对方的伯顿。那我们呢先使用我们的一技能强化我们的普攻，然后呢使用二技能把它击退，然后再使用我们大造火的一个超大的护盾，然后呢直接使用我们的强化了的普攻，然后直接把对方的伯顿一并收下来了。这里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我们的洛克他的这爆发力是十分的夸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我刚打0秒的时候呢，这时候才8等，可是已经拿出了2000的一个普攻，而且是没有暴击的哦。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没有进场的机会，那我们清理一下兵线。那这时候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蓝区，把我们的蓝 buff 吃掉。那一个好打野呢需要在还没有进场机会的时候呢不断的进行发育，一方面呢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经验还有经济，那另一方面呢是要叠满我们打野的装备。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中路有集结，那本来是想赶过去追这个莉莉安，可是他已经使用他的位移逃脱了。那我们把对面超厚的伯顿直接收掉。那之后呢大概都是清理一下我们的野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兵线，那我就把它剪掉。那这时候呢看到对方的龙马他想要过来打我，那我们使用我们的大招获得一个超强的护盾，然后呢直接点点点直接把对方的龙马点死啊。那刚刚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护盾啊其实都没有怎么到损耗啊，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洛克除了他的爆发力是十分的夸张，他的大招也是十分的夸张的一个存在啊，他的护盾十分的厚，而且你还可以吸收对方的伤害然后增加自己的护盾，那是十分夸张的哦。那我们呢清理一下中路的兵线，然后呢直接把对方的中路外塔点掉。那这里第4件装备我会出到的是破阵，那这次走的是比较多的输出流。那如果是比较逆风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先出兵跑哦。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呢，我的经济呢已经超过我的队友了，而且呢也对面呢也大概是2000-3000的，可是我们的洛克呢已经到了大概6000的一个经济了。那我们这里再次开启我们的魔龙，帮我们整个队伍增加我们的经济还有经验。那么同样的一些大概普通清理兵线的一些片段，那我们先略过。
那么这里尝试去骚扰对方的一个蓝区。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普攻已经达到了差不多3000，而且是没有暴击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差不多没有魔的状态之下呢，对方的5个都赶过来了，我们两个呢对着全部他们全队。可这个时候我们不怕，我们搭配我们队友把对方的伯顿先收下来，然后再把对方的龙马一并收下来，然后这时候我们闪电侠赶过来把对方的闪电侠收掉，那莉莉安呢也被我击退，那这时候我们呢做到了一个0-3。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呢，除了鞋子之外呢，我是没有出到任何的防装的，那没有任何防装也可以做到这么高的一个坦度，而且这么高的一个续航力，能够在2打5或者说刚刚3打5的一个状况下呢，也那么的不畏惧，那我觉得这一个英雄是十分的夸张。那这时候闪电侠赶过来，我们开启我们大招，然后这时候对方的龙马也赶过来了，而且对方的莫拉也在准备刷大招。那这时候呢，我们呢先把对方的伯顿收下来，然后呢再清理对方的野区。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伯顿啊，即使出于多一点这个输出的装备啊，只要我们的吸血是能够吸得回来呢，那我们其实我们伯顿这个英雄的他的一个近身作战的能力是十分的夸张的，基本上是不用怕对方很多一个英雄的。那我们这里尝试开启我们的凯撒，我们尝试那时候我们是有点想等待我们队友的到来，可是队友都好像没有要来打凯撒，那我们尝试一下单挑这下这个凯撒，可是我不要知道这时候我们装备其实是不太足的，可是我们这时候还是尝试开一下凯撒，那么开启我们大招单挑把凯撒收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把对方的灵鸟一并拿掉，那这时候呢，灵鸟除了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经济之外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他可以看到对方野区的一个视野，那就知道对方有没有在他的野区在进行一个埋伏，让我们更顺利的进行一个反野。那么这时候我会出到冰雹，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洛克虽然是有一个加速的功能，可是我们没有位移的功能，那我们要近身作战，对，现在我们这个版本有很多位移的英雄哦，可是我们都没有一个我们这个洛克是没有一个位移的功能的。那我们呢如果使用了我们这个冰雹之后呢，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近身作战，然后把对方呢用冰雹的被动把他呢的速度减缓，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追赶到对方，然后跟他一起进行一个近身的作战，让我们的洛克更加的黏。那么这里我们最后把对方的这个闪电侠收掉，然后我们点塔直接把这个主堡拆掉，赢得这场游戏的胜利，并且拿到了本局的 MVP， 然后还有拿到了一个三杀，还有超神，还有15.7分的一个夸张的评分。夸张的是经济差不多是对方的1倍啊，创作真的很辛苦哦，那生病创作更辛苦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个赞，然后点个订阅，然后把影片分享出去，那订阅之后呢还可以点隔壁的小铃铛接受第一时间的通知。感谢大家收看，我是窝窝，我们下次再见。